代志卖，简单处理卖，不管做复杂。条纹上衣男子在路上发生车祸，喝得醉茫茫，酒驾肇事却不配合警方调查。心情几好啦？嗯，心情几好？心情啊，哎呀。不满被警方问个资，男子居然一拳打过来，往警方的脸揍下去。民警反应快，一个大外哥当场压制。你怕病惨你啊！上铐，住手！你真正是啊！行车记录器录下男子出拳瞬间，举右手出拳，所幸远景机警左手挡住攻击，也瞬间将人压制。反手上铐，将人带回派出所。黄男突然出拳攻击副所长，造成颈部轻微红肿，那远景立即实施压制逮捕。男子酒测值超标，被带回派出所管束，一路呼呼大睡到半夜，醒来声称什么都忘了，想当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但酒驾车祸还出拳袭警，涉嫌公共危险罪和妨害公务两条罪嫌，恐怕逮几大条。记者赖冠章台南报道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。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